这是咋呀？这是抽绿条呀？这咋了？条塌了？没，花头拽的。谁倒那摊儿？哎呀，站着来这人们这大门都够大的了哦，又够吗？就这个，可这狗鸡，这个狗肝不要啊？嗯，哎呀，这大门够大的了。可这院里头住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果果朵。今天啊，咱们来到这个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，南榆林乡，南兴寨村儿。现在村里头啊，还有几户人家，这个窗户还是那个截纸，因为我们山西这儿，在过去我们小的时候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个窗户上糊的这个窗花。现在吧，还是很难见到。但是啊，现在来这个比较偏点的地方，还是有这个糊这个窗花的。现在我就让大家看看，这房盖起有多少年了？四十多年了。哦，你看这个糊都多好了，这就是过年时候糊一回，下了坏不？一年糊一回啊。哦，这个斗房有的是糊成这种，这个边儿是什么土难的啊。大家看这个山西朔州山阴代县，这一块大多数还都是糊这个，过去都是糊这个窗户，但是还是有区别的。这个方形的这个中间就是一个圆的，叫圆棍儿，外边这个叫斗方。我之前也拍过。一般情况下，像山阴那边吧，这个斗方，和这个圆棍儿大多数都是那个截纸的，也有这个画画的，但是没有这个一色的，像这个红的，这个三角这么糊。这种的呢，都是那个硬的。像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剪那个截纸，拿那个油光纸那么剪的，都是那种样子的。像这种都是比较简单，就是说都是拿这个复印上头的。看这个是堂屋，它这房是三间房，也是一堂两入，从这儿进去，左边一间房，右边一间房。八十八了，你俩在那来晒太阳，热的，站有两点儿，不热，不热，嘿嘿嘿。那站着来一般是种啥的时候多？小杂粮，种的多。站着来种鱼角吧。是，鱼角也种了。嗯，对。果树是吧？嗯。哦。也啥也种了。哦，山药、豆。啊，那都是小麦。啊，大哥，你说是，你说咱这个村咋了？这个观音老母，就观音菩萨啊。放不下这砖。哎，对了，我有走了。啊，你放个这砖到。说观音老母在咱这来谢过灵。谢过灵，可谢灵，可灵了。多会儿？拿着来，了不得，老古都放的附近都传人传手口，我们村不传。哦，就这个村就不传。这个村就不传。哦。你看上面那个往化庄这个来传走的，早出来不传。哦，我还放的。往化庄那下来看厂来了，咱到半路的这小娃们拿土修的不叫进来，不叫往化庄人进来。后来说，哎呀，那来牛铺看厂了，叫到娃们整多的修的贵的进不了出来。后来结果是观音菩萨显了灵了。哦，其实不是娃们修的啊。哎，不是娃。嗯。故事真多多了。太拼了。往化庄离这几里的？五里。啊。过去南兴寨很好的，放林附近穿地下这个，我堵的早出来，过去也不弄的。啊，这个村里头。哎，对了，还像咱俩分小玉树的很好。我说这个大哥是打瓦匠，打了多长时间了？他们是全是瓦匠。啊？不是正经瓦匠。这地铁当瓦匠，哎呀，地铁当瓦匠都叫我拍死了。我还以为当了能干绿洲吧？啊，能干绿洲吧？我这地下还有智慧的了吗？啊？啊？哎，是个臭
吹不吹？我说你儿子弹的啥了？啥也不是，我是弹是我的小孙儿。哦，我还以为啊，这是小孙儿嘞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